我刚才就看到那个，我就说你该不会是天使龙虾吧？可是又不像。超黑了，特写下嘛，好虾了。你不会拿过来哦？好虾，好虾嘞！我挣三个，好虾嘞，挣三个。这个是那个手炒虾，退冰就可以吃了。手炒虾。手炒虾，今天特别拿来的手的炒虾。Hello。你在啥？你在啥？你在做那个？地震立功，你好，那个地震还好，没有关系，你们都没事。那你要准备要收摊了。对啊，新加坡发。赚个烟钱跟餐钱就心满意足了。对啊，我们要买，我们要。我一天能够赚个一栋房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他是今年当兵还是明年当兵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他是在等，哎，其实好像已经体检，已经体检结束了，要等那个订单。气红干，他说他一天赚个便当钱，他就心满意足。我说我一天可以赚一栋房子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一支一百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地干嘛去了？一支一百怎么卖？一支一百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谁呢？地干嘛去了？这什么鱼？不知道。哎，鳟鱼。在那边。要生意才挣不花。鳟鱼。鳟鱼嘞，鳟鱼几块两包呀？尊你那边啊？最值钱两百。尊你啊？哎。还老贵啊？老贵啊，两百块三只。你这是什么鱼啊？尊鱼啊。尊鱼，阿翔不知道呢。阿翔可能去领早餐了吧？给搞弄弄的呀，嘿。好啊。那这个什么吗？啊？开仓哦，五百块四块。我感觉到分两卡啦，爱卡好看啦，一卡相当啦。好啊。爱卡好看。
好，那个帅哥在那个帅哥在那个那个泰国虾大肚哈，然后在那个自强市场。泰国虾可以买多少？啊，我想到了。太贵了。市场大肚那边没什么，没关系，晚一点就会有人了。那看话题了，那边的晚一点就会有人。我弟没去大肚啊，叫他朋友去，他朋友一定很尴尬，因为不认识。你鞋痛呀？那是夜店就有啦，你过来开关开关来。没有去，然后叫谁去？他朋友叫什么阿志的？可是他没有去。然后他没去，他朋友去就会很尴尬啊，因为不认识，又不能拉勒，又不能讲一些有的没有的。什么东西？他跟什么的？他的脸好笑。约炮，约炮姐姐啊，跟姐姐聊天。哈哈哈。靠谁啊？脚尖还不错啊，这样的话，我昨天去看这个，这样的位置还可以耶。那位置 OK 啊。这样是脚尖的还 OK。一般要有去啊。
老板以为来做错，要是没下雨就去大渡，对呀、啊，你都想过你没下雨就去大渡，所以就是因为下雨的关系、啊。那黑来不？我真的很敬业，没有啊，我是敬业，那个是应该要做的，那是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做的步骤，昨天那去现场带路那是一定要做的，除非太远了，没有真的太远我就没办法带，因为比较近，这样还可以，一定要去做这件事，事情每一件都做到位，然后最后面结果是怎样，我们就没办法决定。事情该做的都要做到位。就像你读书啊，你不可能期待你没读书要考得好，还是不可以。你就是要有读，做到位啊，考出来成绩就是另外一回事。阎罗王早上地震超感的，还好啊。我觉得摇一摇以后更好睡。以后没这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要过阵子。一点都不好喊，已经。啊。一点都不好喊。回味啊。啊。我倒了。老板，姓儿子啊？哎，那个买500还是要买300？三百就好。这个好大颗的虾仁。对，今天有。今天是下雨天，不要让人出来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拢流云在那？你唔知啊？这虾米都买龙眼啊？那个包冰，那个看那种冰糖，就是包冰的买龙眼。哎呀，你们阿伯已经卖菜，无一定买龙眼，我跟你讲。你要买菜，你拢当地地话，你讲。哎呦，你买菜对无？你准备这边讲，你买菜哦，要去钓。十七百啊。你钓吗？我讲难。今天下雨，人比较少了。哎，对啊。比较稳。平常都挤满了。700。谢谢。谢谢。啊。你买300好不好？啊。买300好不好？我可能少。他已经吃过早餐了，他已经吃过卤肉饭，这要饭后点点。哦，是啊，大早。为什么你吃那边光吃饺子，他吃卤肉饭？Very good 啊，够吧，够来。你还讲 very very good 啊，哈密瓜 very very 甜啦。快点快来。来来，变钱了吗？加加最近有搞，最近搞，东地震，那个地震又不是921，不会有事啊！那地震怎么可能会有事？Mary长，下来裂高吗？
那是二三还是两三哦？啊，这个一级二级，无啦，不是吃牛排，买那边。我靠，雨越下越大是怎样啊？这里面下雨啊？不，当然最好这边不要下雨啊！可是你看外面，你看那个雨。在台东市感觉真的很晃，对，那个起来以后你就起来站着，那个在地震摇的时候你刚好可以配合那个地震的节奏跳冈山摇，冈山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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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Hello， 道帅人心你好。企鹅长，那个通常就是这样子，他等到天气一好转，门就会出来了。啊，因为下雨天出门会比较痛苦一点。欢迎早。刚才阿峰就示范冈山摇给你看了，我不知道我弟为什么没去耶，我不知道，你问我我也不知道，欢迎就好了啦，哪有你如果你没穿拖鞋的话，你穿布鞋你的脚也会湿，然后你衣服也会弄湿，像我就是很讨厌下雨的。红衣山长，现在七点三十七，慢慢的，我觉得这个时间开始会有人出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就会开始卖了。有一位生长，我不知道啊，真的啊，我跟我弟很不熟啊。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去。哎，这位美丽的小姐是谁？哈密瓜姐姐，吃不用钱，带走才要钱。不敢。嘿，妈子，我家三楼养乌龟的水库。哎呀，这个落雨，这个少人啊。没有。你们是啥？看我来。是小乌龟。啊。小乌龟。干啥？他还没戒烟呢，你要干嘛？来啊，你要跟他买水果，他才有办法跟你聊天哦。哎，你想找？你工厂？对啊。对。我们捡出来啦。是黄鱼。好。黄鱼。不要钱啊。这方烟都不要。阿米，我啊四只五百。我系我哈。四只五百。一个八，今天十七八，较大只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回去哦。系啊。回去几只五只啊？几尾五只吧。